大家好，我是老孙，还有那个基佬大冒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从来都不卖萌小新。嘿，我们又迎来了新的一关。哥哥，我们好像在一个城堡里面吗？我没错。你想干啥啊？还抓着不松手了，孩子？哎，这里有个锁，哥哥。还是个金锁，哈哈哈。不是金锁，你看这个大石头了吗？哦，死洞，这明显就是把它砸开嘛，哈哈。哎，大坏，你看，听说你的头很铁呀，哈，钢铁侠啊！你干啥呢？干啥呢？我就试一下啊，试一下行不行啊？别抓着不放！我撞，错，哇！行不行啊？这，我天哪！貌似撞不开了，哈哈哈！这头，哎，没用我的啊！咦，我撞，哎，开了吗？啊，没开，哥哥，纹丝不动。有何用啊？怎么叫两个锁都打开呢？哎呀，开了！哎呦，砸开了！还是直接断掉了！我的天哪！哎呀，它直接就这样开了呀！我天，当然了，我开了这个门了，非常的方便。往这边走，哎，这哎，哥哥，这里有个门，你看，我们把它扯开吧。你力气这么大的吗？这个掰弯了，我跟你说哈，这其实是这样过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这个木桩子没？哈哈，我来帮你演示一遍哈。其实你那样不对哈，请看好我这样，我往那里面杵。你要把这个木桩子放下面去吗？不，往里面杵一根中间就行哈。哎哎，搞定了。然后呢？好，掰啊掰，往这边挪哦。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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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样啊？我进我自个儿的门。你去进你的门去，去，快去！哇，哥哥，那边有个逃石车哎！我知道是要把这些石头投过去是不？对啊，这个把手，哦，我懂了，是搬这个把手一下，它就会投过去是不？好奇这个把手啊！没错，那这个我这边应该先哦，这边还有个卷绳子的，哦，这样，这就神奇了哎！来哈，我放一个石头上去，哎哎，不是大哥，我的手卡住了，哎。我搬住了我的右脚，我左脚就在地上滋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刚才吓死我了！啊，好，太搞笑了你！等我放上去，你就瞬间把它投出去哈！啊，好了，大哥哥，哎，等一会儿，你人呢？你人呢？我在这儿呢，还没松手就起来了，是不？啊，太好笑了，哥哥！我是石头啊。我那你帮我丢过去好不好？我想要再丢。好的，你坐上就行了哈，不用拿石头，好不好？我比较轻，对不对？不知道这么轻能丢多远？来，哼，我滴，哎，搬不起来，你等会儿哈，我就那么跳一下。我，大哥，快跳啊，哥哥，让我搬起来好不好？我去了！我天哪！到了围墙另一边，你飞了，哥哥。不是你在逗我妈妈呢？那我咋办呢？啊，大哥。你把自己搬过来吧，很吓死我了。我试试看哈，哈哈，你我在这个烽火台上围观你。来，哎，话说那个墙的门砸碎，让我来试一下。哇，首先搬一个石头。你别打我吧，哥哥，我这样很危险的。你就在那边站着呗，我已经瞄准目标了。哇，救命啊！我去，赶快跑！我太可怕了，我哥哥越过去了，擦边了是不？我不是你没打我天！看来我只能自个儿过去了。那你自己过来吧，我看看啊。我搬我。哇，这里可以爬上！你等会儿哈，哥哥你过来呀、啊！我马上坐在这个筐子中，哎，手握这根板儿，我。哎，我要过来了！耶、yeah! ，小心吧，我过来了。我不是你过来了，哥哥。哎，你人呢？这我另一边。这非常的尴尬了，怎么办，哥哥？你看看附近有没有门什么的啊？哎呀，这有个门，开了一个门。我为什么要从那边过去啊？我天，这个有门啊！我天，我直接开门不会了吗？我哈哈，随便吧。原来有这么多门，我在这里也开了两道门呢。这是不是还能勾一下？哎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帮我开个栓行不行啊？我嘿。非要我自个儿勾啊，自个儿勾也行吧。我嘿，技术不到家呀，小媳妇，快来，下面的门帮我开一下。还要开下面的门，我把下面的门给你开了。嘿嘿，哇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，哥哥？
笑死了！你等会儿，我看看我的手能不能薅过去哈、啊，你莫愁。好的，哎，我们聊天了，赢了，好的，厉害吧？话说你在这边怎么自个儿还开了个门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说一走我就开了个门，你看我们要带助理来，对不对？嘿，哎呀，哎呦，哎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啊、我们肯定是要蹬过去是吧？用这个蹬，哼哼。哇，这个也太难了吧！既然如此，应该是把这个车推过来垫个脚吧，呵呵，来，哦、你等会儿，抓住我围观你推车，左手一个杆啊，右手再一个啊，我们听说有个词叫老汉推车，你是不是就是老汉推车啊？这个我就叫迪迦拉车，好不好？迪迦拉车，你这不能往后推一点吗？哈，拉车，我就在这里狂看，我就自个儿在这拉，你还给说出来了是不？哈，我天，好，推好了。这样我们爬上就行啊！这也太难了，哥哥，我觉得我过不去，我是不是等一下你过去之后，我就可以顺便过去了？有在这么偷懒的？哎，快拉宝，拉宝，拉宝！哎，我的本意是不给你拉头的，好不好？你先过嘛，哥哥。等一会儿，这好像有个烟草。烟草。嘿，我真的进去。哎，我卡着了，我卡着了吗？啊，大哥，我。啊，这你出不出得来？这烟囱实心的呀，不是，它是实心的。出来了，我在这里面的人要闷死，我跟你说。好，我要跳过去了哈。我挡吧，你先挡吧，我好怕呀。好，我先，真是胆小。我过来了，我过来了，小心吧，抓住我的身体，抓住我的身体。快抓我呀！哈，我的蛋两圈了，差点把他给挂死，我天。哎呀，好了，松手！哎，好，我接着你，行不行？差一点，差一点！我的天！好，我不会松手的。哎，搞定了，太完美了！再我来啊！好，牵我一步走，嘿，哇！来，小心把它倒过去。哇，收手！好，我过来，下一步就该我了。皮卡，哇！我好轻松，好轻松。暂时这边。哎呦，我跳过来了。好紧张。我借你一波，差点自个下去了。哦，站住了。直接提起来。好，就是这里哈。哇，我过来了。耶！我这是不是要助跑啊？怎么样，技术？我接住你，我接啊啊！把头起来也行哈。啊，再是这个地方。你要动吧？当然了。好，我过来了。哎，但你怎么过来呢？啊啊！我再荡回去啊！你别急。我过来了，哈哈哈！来，抓好了。小心吧！救！哥哥，这是挠头，能不能搞清楚点状况啊？哎，我们这边要怎么走啊？这有个门，哥哥你看。不管那个门，一看就是拉车。不管那个。是如此大一个石头都不管他们呢啊？肯定是往这边走了。哦，那边有个断桥。不出我所料吧？哎。你就在那看着是吧？啊，好吧，先爬上去，等我把这弄好了，你就可以过去了啊！被发现了，我帮你拖一次，你快走啊！啊，让我脚累死了，妈呀，拉到了腰间盘突出了，你看我的姿势。我这次怎么在上面滑也没有了？你看我又上去了。你在哪滑呢？我在上面呢。我在前面毛起来了，你在后面滑水吧？我超厉害的，就是对火车的那招，你知道吗？别笑，你等会儿，我差点掉水，我要掉水里了。哎啊，你掉水里了，哥哥。哎，你呢？你别着急，我摔得没影了，还你人呢？你怎么没挂呀？是不是你直接跳过去了？我怎么没挂呢？这话问，哎，我挂了。我又回来了。你刚才还是挂了呀，哥哥，我还以为可以从那边直接到上面去呢。现在我们就可以爬上了，你知道吗？好的。你脚太慢了，走。
哇，你还跟美霞可以飞呢，真是啊！哇，跟美霞本来就没有超能力，哼！啊，唯一的超能力就是有钱是吗？啊，你想说？对，我的超能力就是有钱。哎，我跳，呼呼呼呼呼！你在这快上来呀！哎，我马上就来了，哥哥你别急呀、啊！我哎，你可以从这跳过来，你知道吗？这么远能跳吗？好像有道理耶！我来试试。当然，我接着你就行。哎。好，等会儿啊，等我再跳过去一波。哦，助跑一波，走！哇哦！哇，哥你太牛了！哈哈，别急，抓着你啊！走！我抓着了吗？啊，你自己过来了。抓着我，自己过来了。有一个厉害的哥哥